消费者进入泳池后，可通过查看泳池水的清澈程度辨别水质好坏。我们可以轻轻地俯下身，通过水面去看水底这个泳道的情况。如果我们看得越远，说明泳池的清澈程度是越好的。如果是浊度超标的情况，咱们是看不到那么多泳道的。此外，消费者还可以通过观察泳池水余氯的情况判断消毒效果。大家可以把这个在咱们泳池里头把水稍微打起点水花啊，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水花产生的泡沫啊，小泡沫在10到15秒可以自行的散去的话，说明咱们水质里边它这个氧化还原能力是比较强的，也就是说它的消毒啊，包括它这个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啊。如果持续咱们打了水花1分钟甚至几分钟还一直飘落在咱们的这个水面上，证明它这个余氯啊还有这个氧化还原能力可能还需要再改善。